打到哎、欸，看一看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著名的中国剧院了。在中国剧院的门口，我们的吴宇森导演的待会我们去看一下，这里就是吴宇森导演的脚印啦，手印脚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继续走，前面有超人 Superman。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星星。这里就是著名的硬式餐厅了，硬式餐厅。旁边我们 Rock and Roll 钢铁侠，哒哒。大家看到后面钢铁侠没有？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 Molly 非常喜欢的金刚狼，大家看到后面有金刚狼没有？哇，好帅的金刚狼！哦 ，Look at that！ 哦 ，3D photo， 3D， 太帅了，金刚狼在这里哦。然后这里就是大家看，这里是有名的钢铁侠，大家看到没有？钢铁侠，你看。那是最帅的还是黄牛？我们现在是在著名的杜莎夫人的蜡像馆，里面呢会有很多惟妙惟肖的蜡像，我们待会去看一下。现在来跟奥巴马来合影。黄牛，你不是特朗普总统吗？这是奥巴马。黄牛，这是玛丽莲梦露哎。接下来跟那个金刚来合影哦。哇，看看，黄斌，金刚来了，好可怕！哇，前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酷的人呢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是《星球大战》里面的。哇，卢卡斯。Oh, that's the cat. 我们接下来看到冒黄咪的同族了，黑豹。Hello. Oh, look at that. 这是黑豹哎，是我们猫族的同族。黄咪跟黑豹在一起。哦，是大哥，黄咪有没有叫大哥？黄咪，大家都觉得你好帅。Hello， 身体肌肉，黄咪。哦，黄咪，我们前面就是好莱坞的标志性的大白纸舞台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哒哒哒哒。好，我们慢慢的看，把镜头拉近一点，黄咪。哦。对啊，这就是著名的好莱坞的标志，好莱坞的大字卡喽，好多人呢、欸。我黄敏，我们现在走入 American Captain。What's that rule?